好端端的，谁对上去做什么？放在贾雨村老爷来接你，等你搬迁才出来。出来了，又看看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上呀，老爷就是小弟白命，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哼，一定是读些雷言文话在肚子里，等我空了，见不了你的面。老爷，在我这不上进的所在，晚上在这里做什么？晚不应我下去读书？是。众人亲王府里有人来请、哦、有请。不知大人驾到，有事愿意，万幸是人。且观且看。大人请，请。请坐，请坐。下官是奉王命而来，我们府上有一些子名叫齐国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此君三五日不见委屈，四次寻找五日，曾是齐国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，听说到此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，故此君先生专治琳琅，请将齐国放回。请大人稍待，来人啊，黄宝玉来。大人请用茶。老爷，你是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皮百姓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，那几个是王爷家人你经过营对他吃葡萄，怎么结果我实在不是此事啊，八字难把力扶帮，公子你何苦忙得劳，公子我说你的见得做错，也与真命在去人，他人与我今晚见你哟，大人请客。你讲你讲，那几关也觉得那月姑姑也觉得像马欢笑，这不愿插身于里，愿祖国应居于家。说来他人在哪里？你讲他必去东郊，可有此事？死与不死，你万不应我夸奖。你好，我且去找一位，找不了便罢，咱们与再来请教。好事，宋大人。
不许离开。大人慢去，宋大人，宋大人。奇怪啊，奇怪，可他你总有影子上头。难道宝玉谁经受得起了吗？
是宝姑娘来了。宝姑娘请进。宝姑娘请坐。宝姨的伤可痊愈了吗？好，倒是好了。宝姑娘，这正亏你呀，宝兄弟要是没你心早了，岂不为好的这样怀你。好端端的怎么叹气了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他当儿也家闺女，为的是王子成龙把命先，谁知他好了伤疤伤了痛，比劫半心别断念，我太的是你子走了空老。已经全好了。哎，宝姐姐，你是什么时候到来的？坐了一位了，想不到听见你在梦中骂声。哦，是真的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，就不谈他吧。我一来是来访问你，二来听说你在监狱做了几些心思，倒想来打道一番。是倒是做了几事，这是总不见你和林妹妹，你来了正好请你评论一下。那么请到里边去吧。
都在下了，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凭你是谁？好些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进城来。宝兄弟，这岁数倒做得不错呀。我已曾放心说
难为你陪着我们老一辈来入院，这才添了我们不少的心力。包茶里给公主起来，二嫂子凭他这样敲，总敲不过老太太你。哦，我的孩儿，来坐下。我的孩儿啊，我是敬老了，我敲什么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顽强呢。是啊，是这样的。依他，不是我当着你的面蒙着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中是个女儿顺气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是宝丫的。对对对对，老太太说的真对呀。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的。哎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听老太太在背后也是包姑娘好你。孟丫的，等为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说新剧乐言了吧。是。依太太想怎么去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办法叫孟丫的办了来去。老太太总是叫他出难题，时常叫他弄了东西来消遣。哎呀，姑妈，你休说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只是言声有说，要是不言声有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老祖宗最好。
叫三招四人不理我，四
朋友失望了不但烦恼，我又从你当夜子骂也好，为什么远而别子将我跑，你也从你素夜子色也好，为什么悲伤都是常泪掉，是保佑保命保吧鼓励梦，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死的鬼魂怨难道，怎么你在哭了？我好像哭了。哭你来自管管子，什么东西痛家的？是我忘了劲，不就痛了事？你记这么深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是我从哪里失去呀？我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跟家爹爹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。清早起，死要我养，也不济慰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那天随宝先生来做过一位，一定是丫头们干的好事，陪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嗯，是要教训教训才好。但是两我倒是想是，要是以后宝姑娘来，什么白姑娘来。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万要说这是话，你到底是欺我还是憎我呢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可紧都抱起来了，我记得也来和你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孤身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的心都涌出了，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是真的不明白的话，不但我平时不用了心，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问了，正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若能宽慰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这四盘你就拿着用吗？
二爷，看你神色不得，还是回去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压力咳嗽的可好一些了吗？咳嗽的好一些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！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，怎么一年七八来了呢？这叫做贫瘠乱投医呀。子娟，妹妹夜饿吃了没有？我正要问你，这夜饿是谁接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面前连露了一个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啊。我们正在牛，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，每日叫人送一辆燕窝来呢？原来是这样哦。燕窝吃惯了，吃上两三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是，也多谢你费心了。四舅，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，你身上穿的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哎呀，二爷。从此我们这口说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哦，一年大两年小，叫人看着不尊重，那些文章人在背都会是你的，你总不履行，万我小弟谁也不以为这是我死的，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要问你思想，你快到进来远上你我远不敬你。气量，不曾生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上上不理我了。哎，假的假的，死的。渐渐地都不理我了，想到这些我才伤心起来。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
在想，啥是美色一两银哦，在这里吃惯了，明日回自己家里去，哪里吃得起这锅呀？你是谁到自己家里去呀？那林妹妹为啥在自己家里去呀？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什么慌啊？你红在大雅无落叶，妹妹是素水女人当父亲，老太太一起娃生女，千里接鬼不成婚，她离不开小巷观众去观众生委屈，姑苏生委屈家门。大爷，你也是想哭成了，你以为家父说他生的别人府中去无靠岸，你可知水雷起了鬼怕黑，一直终于他去亡，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至少要送她回故乡，心灵里都能在家父死一死。听说是临江来接姑娘。二爷，二爷，哎呀，二爷，二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二爷不好了！哎呀，二爷，二爷，哎呀，二爷，二爷。这玩笑他就变成这样了。老娘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老娘，老叔叔，哎呀，老娘，我中用了，兄弟，老娘，先生，老娘，先生，你是怎样死儿的，把宝女弄成这个样子？这家姑奶奶问他这娘是什么娃，俺也去爷爷吃了，谁家也能娘，娃也不会死了。宝娘，死丫头，你她生了是什么？我并不会是什么，这是我她失去娃娃。二爷，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哇哇哇哇！死丫头，得罪了二爷，忘不过去。妹妹，四舅，你不能这，你不能这样。要去你我也带了去。二爷怎么一回事啊？他失去娃娃。这是林姑娘要为受罪死进家里去，还言他去我倒是什么事。林妈妈怕他，林妈妈他忙中来看大爷来了，你叫林妈妈看到后一位。不得了，二爷不得了，好说你家的人那些你们来了，他当时是他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，死了你们呢，硬是才不许他心里。今日不许地到领子，也不许叫姓林的进来，都听到了没有？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也不许姓林的进来。我的好兄弟，那就是好兄弟，你们俩，哎呀，好兄弟，哎呀，那就是我的姐妹们了，快当出去，快当出去，快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，你看谁在？放心了吧，嗯，八爷，四舅，林妹妹她从今儿去国城。八爷，
官司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与不管告诉人，只好哎。好有趣。